姐妹们，大家好。这又是个什么群？这是我建的大女主群。阿五想跟姐妹们取取经，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女主？好多人啊！大女主家族这两年壮大的速度可以啊。会不会是因为门槛太低了？我都不知道门槛是什么，就被人拉进群了。正也是，这那个年代都还没有大女主这个词。你们俩谁啊？还要自我介绍？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呗，都不知道我是谁。大女主这个词是因本宫而起的吧？本宫才是标准的大女主。哪有什么标准，宣传的时候张嘴说这是大女主剧就行了吧。大女主是最低级的一个职业吗？难道所有人都要来这儿分一杯羹？不如大家讨论一下，一起制定一个标准吧。儿媳妇，你怎么理解大女主啊？不理解。哦，朕来抛砖引玉，既然咱是大女主，这部剧起码得以咱们的名字命名吧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叫烟云台，你看看我这部剧的英文名 Legend of 萧绰，萧绰就是我。居然给你圆上了，其他人呢？我确实是你驸马，我确实是清室皇妃，我确实是宫、攻略下延禧宫的人。如果剧名跟角色名一致就算大女主，那还珠格格也能进群了。你怎么不说新月格格呢？太平，你认真的？母后放心，新月格格不是来破坏这个家，她是来加入的呀。像你加入薛少家那样。母后，她只是带到了。就不能提个深刻点的标准吗？我说大女主的共同特点是长得美，没有人反对吧？无法反驳。可我的相貌就平平无奇。你顶着本宫的脸，就不要说这种臭不要脸的话了。嬛嬛所言极是。这个特点也太深刻了，还珠格格和新月格格不进群就要说不过去了。那我去啦。给我回来。你还真信呢？太平这情商真是丢本宫的脸。太平，你要不先别说话了。那我跟婉儿姐姐去玩会。婉儿在朕这儿呢，哪有空陪你。母后，大家继续。我觉得大女主得有个很特别的身世，比如我这部剧就有得王室女得天下的说法。得王室女者得天下，就是靠家里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姓王谁要理你啊？你不姓花替谁从军？都别吵了，身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全剧的焦点是我们的成长和逆袭。这不是废话吗？如果原地踏步，从头到尾傻白甜，观众也不爱看呢。大家听我九姑娘说一句，大女主呢之所以跟普通女主不同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勇有谋有能力。没错，不玛丽苏不需要靠男人。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？这我就不能苟同了。我的美貌有罪吗？爱与被爱有错吗？父子四人为我反目，两国为我交战，我有什么错？那些男人就是硬要把自己的江山塞给我啊。所以我玛丽苏我靠男人，但我是个大女主了。我也不想靠男人啊，可我一遇到困难，编剧就写个男人来帮我，一遇到男人编剧就写他爱上我，拦都拦不住。像极了风流俏寡妇和他的五个男人。再叫我吗？我就知道我没进错群。娘道这个剧名跟我柳姨娘脱不开关系。我虽然命运坎坷，但人美心善，有五个男人爱我帮我，在和孩子失散和团聚中，我经历了人生的成长。姨娘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我不过就是想为继宗生一个儿子而已。我真是一个妥妥的大女主。谁拉进来的？把他踢出去。不许踢，是我拉进来的。你是想针对谁？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垃圾啊。等哪天不靠男人，你依旧能走到人生巅峰，再称自己为大女主也不迟。难道你不是靠你爹的家业起步的？就算没有我爸，我也一样能成为黑帮大姐大，拿下烟馆救孤儿抗日军。所以说到底，男人可以是辅助，但不能是决定因素。我皇榜中状元靠的还是自己的才学。没错，没有男人朕当不了皇帝，但走到今天朕靠的是自己的权谋。你唯一能指望的只有你自己，什么狗男人还得靠我呢。所以那种等着男人打江山送给你的可以退群了。就你们厉害，难道我没有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？有的有的。你给我闭嘴，别伤了群里的和气。怎么，你想穿运动鞋踢我出群？那年杏花微雨，你说你是大女主，也许从一开始便都是错的。就是就是，你们这些伪大女主哪有我们双女主香啊。想看更多搞笑视频神仙配音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怀秀帮吧，下期再见。